亲爱的天父，慈爱和怜悯的天主，我们亲崇你，朝拜你，我们怀着信德来到你面前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宽恕我们对你及你所创造的一切所犯下的罪。在这充满担忧与恐惧的时期，我们将世界各国所面对的2019冠状病毒疾病交托给你，阿爸父。我们祈求你让这疾病的传播得以停止，让患病者得到治愈与安慰。求你以你的爱子主耶稣的宝血覆盖每一个人，保护我们，尤其是所有的医护及相关人员免受感染和伤害。主耶稣，我们恳求你恩赐世界各国的领袖和医药专家们智慧与知识，去抵抗及控制2019冠状病毒的传播，并找出有效的治疗方法。天主圣神，求你将平安和新生命的气息吹进每一个人。求你恩赐我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以明智顾全到别人的行为，去实行一切所需的。求你降服所有的人，在天主的大家庭里，同心协力，互相怜悯关爱。至圣的天主圣三，我们全心信赖你，我们将一切希望寄托于你。你是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护卫，我们对你全心依赖，必获扶助。为此我们满心欢喜，赞颂歌舞，感谢你。无玷始胎圣母玛利亚，我们的母亲，请为我们和我们挚爱的人，我们的团体和社区，以及世上所有的人转导。耶稣至圣圣心，我们的摩西亚，我们的君王，我们全心信赖你。耶稣圣心，我们的摩西亚，我们的君王，我们全心信赖你。耶稣至圣圣心，我们的摩西亚，我们的君王，我们全心信赖你。